收看的是《型男大主厨》，阿基师也来开班啦！料理大赛，晚安。你好，欢迎观众朋友在每天晚上准时的锁定三立都会台《型男大主厨》。今天阿基师要开班了，要跟谁来比拼呢？我们先欢迎四位唱将。哇，好的，这是双生双蛋的组合啊。嗯。庄正凯、杨靖、徐富凯、郭天云，欢迎四位。型男之友豪记唱片这边开始，这次是跟我的师姐杨靖，他有帮你，他有合唱，对对对，然后这次的歌《床头梦》还有搭配在我们三立一家人，一家人片尾曲，对，一定要的啊，然后还有那个《戏说台湾》的片尾曲，豪记其实都已经把这边吃的死死，八点档啊，然后片头片尾他们都看得到。或者戏说台湾呐，重点是我们的这个三立都会台的这个型男大主厨一定要来上的，你们一定会来。好，这个呢，床头梦，你的第几张专辑啦？第三张专辑，第三张了，庄正凯已经开始发行了，对，发行了，你密切注意了。对，另外一边郭庭筠同学，让许富凯来站台，是的，原来的幸福，没错没错。可以借我参考一下，陈哥，谢谢，恭喜恭喜，这朱大哥这是叫什么？就是原来的幸福，对，原来的幸福，希望大家听到我的歌都可以很幸福。哎呦，你跟蔡嘉玲有合唱，然后带徐富凯来，特别好，莫名其妙，不是不是，我觉得就是偶尔要换一个不同，他生气了，不开心，我是想要带鲜肉来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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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句话可以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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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他，要走就真的走。我很久没来，你为啥要这样对我？不要这样，虽然说有他跟没有他是一样的。什么意思？不知道谁昨天半夜传讯息给我哈，他说不知道我明天要去上型男大厨，好紧张哦。因为我第一次来，很开心哎，很兴奋。来，比先别太兴奋，先唱歌给大家听。好好好，来，好不好？原来的幸福，听你哦。看见原来的幸福，有你予阮心外苦，互相陪伴的情路。阮袂孤单，心满足。想起爱你的当初，感谢你用心照顾。一心等待的归宿，阮心内，你是永远的将来。真的，我在等你这句，别怕。别怕。两张专辑，两首好，两张好听的歌曲。原来的床头梦，郭庭筠、庄正凯。OK， 好了，一个是状元班的，一个是必胜班的，欢迎两位班主任出场。阿基师，我比陈师傅。哇，师傅好。出街检定上面呢，你可以看到，保证班是我的班，是啊，状元班是吴秉承师傅。对，那在里面有没有？状元班他站了两个了，今天呢让你们两边猜拳，赢的人决定选班主任。出专辑的两个猜拳，好，对啊，好，来，郭庭筠、庄正凯，剪刀石头布 ，yes， 郭庭筠，你要也选状元班还是必胜班？不是选我，我知道，我觉得我们今天来就是要有这种必胜的决心，所以我们要选择必胜班。那请跟阿基师换一下位置，确定了哦。所以状元班的吴秉承师傅就带你们两位了。耶，我们也很开心。行行出状元，一般状元变霸王很少。统一第一单元指定分工接力赛，我们分三站的那个是吧？有分三站，要看刀工，看过油啊，刮烟啊，还有炒工炒啊。对啊，哪一道菜那么高纲呢？请看介绍。黑胡椒奶油螃蟹。哇，真的耶！这就够。这里考刀工，两边双凯已经出列，庄正凯大战徐富凯。Oh my god！ 哦，处理螃蟹派你是怎样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，没关系啦。我跟你讲，因为呢，前一阵子我也在日本生活过。哦。对，也自己都会煮一些东西。日本跟螃蟹有关系了哈，对不对？哦，常吃。常吃。常吃。常吃，爱吃就熟悉了。那就没问题啦。那就是最熟悉的好朋友了。好，这边刀工处理完之后，就要到第二站去。刷烟过油，那从头到尾呢，我们的师傅都可以在旁边教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样好，那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注意安全，因为会用到剁刀啊，哦，小心哦。准备，黑胡椒、奶油、螃蟹，计时开始。来，我来。洋葱先切。进行切开哈。这个剁刀先。
邱雪梨，邱雪梨，卖鸡咬了，给食毒啊！咩切就切到咩伊啊？转过来，切个粗嘞，切个粗嘞，不要紧。啊好，就是。好，就买只好料吼，哎，只上羊吼，切厚片啊。小心哦。可以。好好，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，无变叫我切就切到变生啊。他切蛮快的，哦，对，切法不一样，切法不一样，只准他切死。有说那还是拿刀拿很好。他可以了，他可以了，对啊，他可以，他 OK 的。又要进步哦，手套，所以要一个人成长就把刀拿好，要一个人拆掉，对对对。哎，他走那么快啊？嗯。切的十不该切了，切的比较大块，小心安全哦，小心。来，对那个你就不要玩，切个三四片左右就可以了。切个三四片。哦，阿舅妈哦，切肉了哦，我再去给汤加料哩哦。好，这红心来点，要分开，要分开，出来看一下。哇，分开。如果你那个太混了，是人家抓不是你抓，那直接切片就好，好直接切片，对对对对对，知道吗？啊，对对对对，好，尿出来，还尿出来，丢丢丢，快速度快点，然后就妹了，没办法哦，不要给你们弄，我告诉你，他坐前跟坐后差很多，想到徐富凯这个，姿势都不一样，我敢了啊，富凯切那么快啊，对啊。哎呦，好啊，你好啊，你好。他只是切的比较大块而已。对，切比较大，切比较快。对，安尼，你安尼切。尝一下，来，稳住就好。哎，阿金妈好，开始切了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两片，这两个坑，下掉。好，切掉。好，来，我来放下来。这两个壳拿出来。那往下，那往下，你莫只说割龙下料了。哦，就好。汤匙拿，汤匙给。哎，老铁，不要在这留。我给你老嘞，老嘞，这都不用，这不用，对对，把碗放在这里面。哎，开用碗，开用碗，对对对，不用了，谢哈。对，还是站两个站了，终于学，两个太翘了啊！又是两个站了 ，OK， 好，来更加，可以，好好，放旁边，对，哎，这不还行？我可以，剩下八分钟，就吹呀，小戴，加油，要做龙的，哦。我今天备料比较难呢，对，今天真的比较难，真的好难哦，跟切粉一样。好，OK， 来切，知道吗？慢慢插上去，来，然后来这边，好，脚部把它卸下来，前面就熬就卸下来就好。好，没倒，对，好，没倒，来，这边我看看，好，来，来嘞。就切的，没卖，赶快，新手，对，放旁边，这边两个刀好用，对切，开切，开切，好，来，叫我再切，再看等啊，手小心，你再切到几刀啊？哎，九条 ，OK， 哎呦，这很难哎，对，来上，徐富凯，你不错，徐富凯，我以为新手的多哎，小怪，哎。躲在家看看哈，不能抓来这个炮兵。是，大公在拍，莫看到老婆在聊家。哎，越来越熟了。这个就这实在太大了。好，你等啊，好盖好。有那个空间哦。来这个，明白。来，后面等啊，这个放进来。抓烟了，准备要抓烟了。准备抓烟了。好，刀过来这边。这个，哎呦，对，摸钱感觉起来，徐富凯蛮快的哦。哎，两次打就好。好。不用快，好好做，不用快，拍扁。哎，小时候肥不是肥啊，怪，超来，真的好，稀巴烂的啦，可以的。哦，它的力道很强，有点深，看不到，有点深，这个不可以打开。来，它的蟹黄怎么那么多啊？来，再来。OK 吧，这只差一点，这只小蛋哈，只差一点，小小豆尖。好了，有了，小豆尖，好，不客气，来，这个把它拨干净，拨干净，看我不要上，还给你拨干净，不错哎，徐富凯，好，这个放进来，这个倒进来，哎，多，谢谢，好，我来帮我提，好来，转，起码几斤哦，几六卡啊，你先来各位，好，哎，因为卡没，没，整个你不没掉啊，我进来。买所在高级的对吧？哎，坑个家，对，盖个，安在嘛是？嘿，这是这个。坑个所在，美女来被掉了。时间剩下六分钟，好，送过来，料都送过来。好感哦，好感人哦。手感这么好，要，对啊，真的。这就有那个就没关系，就在做菜，做菜，阿姑进来啊，不然拿刀。对，来这边。哦，妈妈有要切菜的时候，把再刚来，今天后面来了，把这棍上面来，上面来，哎，我太轻都可以哦，而且你再不会颠起来，它速度蛮快。你是说安呢？哎，上菜啊，莫修高，好，各位好来，哎，你哎呦，
哇，这样对吗？丢了，丢了，丢了。嗯。好，这个动作很快，动作很快。好，啊，这手抓，穿我前进去。手抓，哎，来。好了，看这里，看这边行。要讲大一点。做法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好，有看到。蒜哦，末包哦，撒一点进去。对对对对，好好好，放放放回去。好，然后用手捞一下，用手捞一下。对对对，小心不要被刺到。好。不会，他很能轻哦，好像他痛，好像他有在动哎，他全身都在动。来，地瓜粉拨一点进来，一点点。哦。别别别，给我再稍微捞一下啊。捞一下，捞一下，再捞一下。轻轻的，我在跟他马杀鸡嘞，你看看。好，来再一次，再第二次。好，再第二次来。对。再给他吃第二次哦。对，再吃第二次。有在计时的。好，要快哦，要快哦。好了，你过来油锅这边。油温要多少？180。要高。来，这两个你还是帮按摩来。这地瓜粉拿过来，放这边。好，壳部分，壳部分沾一下，先试油温。好了，不要有水分哦。沾什么试油温？沾地瓜粉。够吗？里面捞一下，里面捞一下。拿起来撒一撒，拿起来撒一撒啊！对，再去撒一撒，对对对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对对，让它平均一下。好，这个下，啊，这个下吗？对对对，哎，还得下，一下。没有聊。啊啊啊！你别放趴趴油了。你别撒那个，撒别后啊。你别放。你还做 Q boy， 你还做 Q boy 哈。好，来，我往你等，我来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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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 的。快哦。OK 的。可以滑下去就好了，再用滑的，好，开油锅，开中火，转到中间，快点，快点哦，不用怕它，不用怕它，哎，就滚了呢，好，来来来，正正这边，拨拨，用手，抓下去，抓下去，你还惊好来，你敢坑个鸡来对，没，我未惊，很惊哦，好，来六，撒进去哦，你不要丢哦。好，对对对，勇敢的，哎，赞赞赞赞赞，勇敢的，好好好，安尼真好真好，安尼就是爱心手，啊，这时阵哦，去洗手，剩下4分钟，来看这边，交棒了，已经交棒了，哎呀，要做完喽，必胜，秦云说他没有进过厨房，我完全不相信，是吗？好像没看到啊，哇哦，哇，香哦。还是那个壳不用了是？等一下，起锅的时候再放就好，因为这里面的蟹膏你放早了它会硬掉。啊！等一下，调味还没有下哈。不要，先把原味煮出来。然后，所以这个油不用了。这个油不用了。来，猪改拿走。小心。好，小心。然后后面那个平台上，对对对，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小心哦。好。哇，这个收尾就这个锅气都有，就等调味也是，他就是在调啊。第一次收尾是师傅收尾，对啊，这不好补。哇，哎，交棒了没有？好，这边也交棒了，交了，交了，交了。还有胡椒、奶油、螃蟹、素蚝油，还有牛排酱，对，好香哦，哇。怎么觉得像是在看阿基师示范？对啊，糖，哦，增加它的渗透压。对对，没错。所有的奶油、鲜奶油那一道还不急着放，不急着放，放早了它会卤水分离啊。哦。所以先把螃蟹的香味。对对对，那现在来起锅之前呢，我把这个蟹盖里面的黄现在搁进来。哦，要焖熟它，焖熟它，这个起锅再淋上去就搞定了，淋上去，哇，嗯 ，OK， 剩下2分钟了，各位走，哇，好香，不焦，不香，哎，我叫炒洋葱，啊，现在把蘑菇放进来，对，放点油，剩然后剩不到2分钟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是加油加油加油！我是状元哦！再给他压力，对不起，是状元哦！整完哦！剩下1分钟了，对了。
噔噔噔噔噔噔，它就这边收的时间比较久一点。对，哦，这个的确有差。对，那个。好，你加呗，来，来。你头都剁个一点形哦，大锅我个摆到正啊，个摆到关来吃。手法能不能关？好好。它的那个锅芯不能掉下来。所以都是用大火在炒的，当然上青菜哦，你加不会啊？然后这些东西如果热要上来啊，你关闭，这波饿起来，猛仔仔，热一定要上来的话，它才会香味一起上来啊，对不对？不能冷冷的熟，冷冷的熟就完了。对对对对对。那改天我就可以这一招学起来了，就可以回家用这个了。哦，尝尝，剩下30秒，哇，最后那个，加油！奶油要散，有加油，加温度也要拉散，一定会融。还在可怜，哇，感觉这样好好吃哦，直接粘了，超棒，不会烫。七六，奶油裸了吧？三二一，到，开门，准备，好精彩哦。哦，这边，所以你知道这边做的比较赶一点，虽然一样是师傅在收尾，但是做菜的过程流程都不一样。是，黑胡椒、奶油、螃蟹，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，请上桌。黑胡椒、奶油、螃蟹啊！不靠两位师傅快收尾哦，他们这个是要收尾，大概还在等十分钟。刚刚这边先做好的，我们先吃这边的。好，好不好？那请。这应该是台式的吧？嗯，就很台式的，台式的。很台，就有点想要来一碗饭。掌握各个状态的熟成度，这肉是甜的，花生是细是甜的，来吃他们的。两边不一样。我们今天举牌会很好举，两边不一样。第一阶段，黑胡椒奶油螃蟹有没有输赢呢？获胜的是一、二、三，举牌。哇！你赢在哪里？应该就差在那一分半钟的微主食，我认为啦。张庆勇师傅先来。的确，其实调味两边都很棒。那阿基这边因为多微煮的那个时间。其实里面螃蟹的甜度也释放出来，酱汁也吸进去，那就刚好差这么一点。刘师傅，他在炸螃蟹的同时，它的油温不大够，而导致他现在微后的后面在微的时候，肉会比较柴一点点，没有这么保水。那阿基斯这边的调味呢，调得非常棒，而且他微的时间呢、也比较够，所以说我个人就把票投给这边，2-0暂时领先。谢谢。第二道菜是快炒的指定菜。速度快的应该还是占上风。是什么？请介绍。培根高丽、黑胡椒猪柳，不是牛柳。这两道菜准备就位了。阿姐，差不多阿开切来，赶快切粗条。好，切粗条了后吼，阿些胡萝卜切薄片，阿些丝。像这个高丽菜，你要反过来这边，就是压一压，它会比较快。快的时候你就把它这边切刀，切这么大块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比较有问题。切完之后，一片一片是这么厚，再来排。好了之后来这边腌，这个蛋的部分，你今天这个量半个的蛋，全蛋，然后把它抓腌一下。求救起身吼，你下锅热的时候，如果你抓不到方向，你就赶快来。好，你家嘛赶快，不要慌，你都想讲，我若袂记，我找机会就找我教出来。哇，看来阿居师不是教做菜，还是学生们的定心丸，他们能顺利拿下2连胜吗？两道菜，两个人共做10分钟。这当中可以要求班主任帮忙就1分钟。是的。但班主任刚刚已经特训结束，必须要两边一起走。这边是在吴秉承师傅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不能再教了。好，没在听，好好在典礼，好。因为已经特训结束，待会的是班主任到要一起走。班主任还要一起走。对，跟着走，两边走，就这样啦。好，这样。准备十分钟，计时开了，准备起来。开始。点心，点心，切掉。磨片，完蛋了。高丽菜先压的原因是什么？拉松散一点。松散，这叫松散。松散一点，你切完之后它就很容易就开了啊。你这样太大条了。小心手。这样子又太小条了。你应该在中间嘛。完蛋了，我刚教完全部都忘光了。哇，今天的高丽菜，这个比较属不是我那个高山的啦。这不是高山的啊，所以很扎实。要切多大？刚有讲过哈。有。
这是你们血池的好机会，好好做，有机会的，有机会逆转胜的。我们准备吹牛哈，来三个六，三个六。来来来，下好离手，下好离手。东西切好，不是把全部都拨在一起哦。哦，有盘子，开始开始。会骂人哦，怎么哑掉了？啊，切成切片，什么？你要炖牛肉哦。不，我来切，要切跟猪肉把它切一片一片走的话，对啊对啊对啊，对啊，你这个不要炖牛肉吗？你这样切片再切丝就好了。很好，越来越好。在煮了耶！我靠，这就在煮了，是啊，八分钟，他们已经在煮了。来，吴秉成师傅，跟我起来。好看对面。哎，好像过程不能说啊。嗯嗯。要记得有两道菜啊，再提醒一下，有两道菜啊。好，下面没有。有了，有了，那就要下高丽菜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这样下了多少盐？三分之一的盐，汤匙。三分之一。茶匙啊。对，茶匙。很小心把它拨进来。哎呦，还有米酒。那些里，那是大里脊是吧？那个对，里脊肉。专心切里吧。卖海公尾哈。对，小心。太轻了，哎呦，哇，好重哦！哦，谢谢。好，非常好，太棒了。现在是要怎么办？哇，应该是这样。要不要求救？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剩下六分钟了。上色，应该是这样哦。好，有六分钟，要不要求救？先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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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这油锅干嘛的？刚怎么说？里脊要过油，等一下要对，里脊要过油，不错，来隔壁走，好，要不要求救？再大力一点，对，不要离锅，不要离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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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温度上不来，哦，好，哇。我加错了，不是两道菜，不是两道菜炒成一道菜。好，那个主任会生气哦，不加一了。洋葱是给黑胡椒猪油的，主任会生气哦。培根高丽菜没有洋葱啊。哎呀，洋葱，你不要求救，叫我剪洋葱哦。提示了你一些问题，放上去。啊，这个拿碗，啊，这样子，哎，啊。刚才肉比较切的比较小，哇，这好难剪哦。对呀，哇，不错，杨静不错，很好。有进步吗？有，杨静已经很生气了。我这是拆台的。其实我们那边的柜子有点松，帮我定一下。蛮适合的。你家有缺板模工人吗？师傅在，有没有求救？有没有求救？来，有求救，求救，求救！准备，师傅求救！一起说，拿牌子，吊起来，预备，行。班主任，帮帮我！一分钟准备，计时开了。我坐到这边了，坐这边。我明就交了，我明就交了，明就交了呢。觉得不够，你冷静。哎，不够，我交太少了。把牌子放回去，排牌子。漂亮过瘾，洋葱哦，都过油了，全过，三十秒，我这边可以开始动作吗？可以开始动作，你忙你的。哎，就吃饱了。然后，啊，唱嘛，这。我也不会唱，莫话唱，慢唱慢唱，啊，唱，打唱，超爽快哈，用超爽快。有点家乡话，超爽快。掉掉掉！四三二，哇！贵！调味料你们，调味料的好棒哦！哇！调味料，加蚝油弄落，好嘞。好，
啊，用手面一点点抹成。糖这边画好。哎哎哎，是不能再抓，抓，抓，抓。好慌乱啊！在这里面，在这里面。上够吗？哇，哦，好快哦！一次就完了，一点点就好。虽然他们已经做一道了，做一道了。试一下看有没有咸呢？有。来，那好，好好，谢谢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可以吗？两位调好了吗？剩下两分钟。猪肉啊，两分钟了，各位，求求了，对不起。已经好了耶。猪肉，这个又是马氏了吗？特别多都要后勤，让他求救吗？对面都做好了。妈，剩下两分钟，我们还在切猪肉。有点放弃的感觉啊。我也觉得。要抓烟还要抓烟啊，有什么辣椒或者什么？有没有什么要放的？全蛋呢？全蛋，然后刚刚说好像只加一半。求救！求救！啊？把它滤出来，滤出来。对，刚刚滤出来一些。老师，主任，求救！倒先倒出来一些。没有牌子，没有牌子，没有牌子。再拿牌子吗？来，帮主任救救我！帮主任救救我们！帮帮我！帮帮我！来，准备一分钟。计时开始，全蛋，然后呢，拌一拌进来，对，半颗，半颗的呀，这么坚强啊，要坚强，不是要坚强，对，要坚强，要坚强，没错，师傅，这好了，好了就起锅，好，好了就起锅，这边有盘子，盘子，那边，右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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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右边，那边，白色的，对，您自己选择，好。来，你这个先帮我下油锅，那边那边啊，慢慢下，全下全下，对，全下全下。好，来来来，下下下下，来救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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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不拉了不要拉了啊！师傅，那这个啊，好了就起锅，好了就起锅，端走端走，端走端走，好了，可以滚了，可以滚了。五、等一下，一样哈、哦，下油，然后再炒，炒蒜头，好，然后就拨过来，好，这可以起锅了，可以起锅了，好，先捞这个起来，好，很好，应该没有完全熟了，好，没有完全熟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还要再炒，还要再炒，先去炒，来那边，丢高啊，小心小心，我关一下啊，这个。这个还没有用，我关了，这个下去炒，对，爆香吗？停不下，停不下，对，好，对，很好，对，就这样，好，还有什么要加的？对，就这样。我可以稍微大一点，大，你最大，这最大，最大 ，OK 好。你可以帮他吃，你可以帮他吃油锅，这个可以下。好，黑胡椒要不要？小心哦！来接锅，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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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停不下吗？太多了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！所以该去啊，该下的全下喽。水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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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先下，先拿去炒香，因为现在只有先炒香，现在大概只有五分熟，不到不到，还有红红的。那个你就那像煎牛排一样，你一直搓它，它就跑来跑去也不会熟。哦，随便动，拨开拨开啊。Okay, 就像鲜牛排一样，鲜牛排叠在一起均匀受热，它酱料就可以丢进去了。对，可以调味了。剩下30秒的时间。30秒，加对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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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稳稳的来，来一点糖，来个半茶匙的糖。对，来。不相信啊？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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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。对，来，哎。要什么有什么，好，你那个再来没有味道，不用疼吗？不用怕，再来一些。我不能说太少没味道了，米酒米酒，再来一些嘛，再来，对对对，好好，可以可以，哦，时间到 ，time up， 要确定肉啊，确定确定熟啊，因为待会我们要吃啊。张建勇师傅啊，跟这个超宝师傅两位，让我们联手示范这两道菜，来，请看示范。
一样是两位选手，换成两位师傅之后，培根高丽菜跟黑胡椒猪柳，他们竟然用不到十分钟。或许你们刚才讲，你刚大概用了八分钟，是他们大概六分半左右。天哪，你家厉害，我的天哪！哇，你们这太神奇了吧！你们杰克，老师他一直说五分钟哎，不是，他一直说五分钟。你们在变魔术吗？太神奇了！看到没有？他说五分钟，五分钟就对了，十分有把握。五分钟，十分有把握。原来如此，你的手语，你的手语只有我了解。两位联手成就这两道菜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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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做菜前要先抽根烟再来。这是暗号有没有？暗号。冰冰想，你得想。哎呦，你把他爆笑的一面把他挖出来，他受不了了啦。计时开始。一样哦，你看哦。哎呦，拍一拍。为什么要拍啊？因为那个梗头的部分，哎，比较容易。哦。对，可能地方太厚啊，稍微拍一下，就容易熟啊。哦。比较容易散啦，这个他就让它散，要有味道。嗯，那这边刚才食物感做得还不错，啊，蛮匀的。哦，哦，可以帮忙翻两下。对呀，对呀，你们共同呈现一道菜，可以做，可以帮忙，可以帮忙，可以帮忙的，可以帮忙啊。够，先做一道，再做一道嘛。对对对，他不是一定要让他只做一道。原来这种粗活我来做就可以了。看老师做菜好疗愈哦。像我们蒜末哦，一半就好了。这蒜末一半够香吗？这么多哎，高丽菜。好，这一半。蒜头对高丽菜很有帮助。他们是不可分开的。哎，你好干净哦。那我刚刚是米酒，你看我加米酒，然后加米酒。对啊，你在干嘛？你给人家洋葱给我放在旁边，我当然就都倒下去了啊。哦，要焖。我刚好焖。那这个葱段是干嘛用的？这个待会刚才的那个先腌盐，所以它很快就会软，嗯，然后还会出水。所以原本高丽菜就有含很多的水分。对啊，菜再加一点。把你家腌烧漂亮。对啊，胡椒、香油，你没有加香油？有，我用香油下去炒的。嗯，那不错，我到日本去游学。哎，不改是去日本读书游学？游学，你是去日本学做菜的吗？好，完成了没？来，另外一道继续。哦，你都要用到油吗？有。一般的黑胡椒猪柳都会，因为抓腌之后要过油，是吧？都会这样做，对，比较快。然后用黑胡椒的味道酱汁扒外面就可以了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逆纹切很重要，逆纹切条。刚刚是什么切啊？我的天哪！我刚切好，我就切断掉了。我就是有切断，对，我有切断。很少做菜的比较不懂怎么抓腌，对，就是黑胡椒、牛柳、猪柳、牛柳也是一样，对，要抓什么味道，让它先入味。半颗蛋。半颗全蛋液，一点点，半颗全蛋液，加少许的酱油、酒，然后加两汤匙的米酒，就这样下来先抓。米酒除了去腥之外呢，可以先打水，对，打水，先打水，因为它的里脊肉呢含的油量不多，所以让它水分先进去，哦，让肉里面含水，吃起来会比较 juicy。才会调好之后，最后才下粉。我有加香油吗？还是有加香油？哦，我忘记了。没关系，你做出来。哦，这个是肉的切的哦。飞得好远，不用太细了。先把肉弄一弄，让它腌一下。对，腌制一下要有点时间哈。我没有停留，我的。你那个猪柳，要不要猪柳下油温的要多少？等下太高了，等下我再加一点油下去。关掉就好了。好。黑胡椒先下。哇，葱白的部分我把它切快刀手，哎，我先下来爆，蒜头一半下来，葱绿我们就切断，嗯，没开火，对，油温够，它切的比较小，因为切的比较小，比较细，
所以它油温够的话就很容易熟。那你刚刚为什么煎那么大？两锅好好搞，这比较快。哇，这好厉害哦，漂亮的颜色，轻拽。蚝油要先下，稍微炒一下比较香。嗯。哦。酱油一圈。酱油。糖下来。是水。需要什么？还有生蒜要加吗？要，最后再给它拌下去就好。还要加胡椒吗？胡椒。它除了有黑胡椒以外，它可需要有白胡椒的香气吗？我觉得黑胡椒够了啦。好，拿过来，那我加一点。这么神性，生蒜起锅前再下哦，因为蒜头它爆炒久了以后，它就不香不辣，它就剩下一点点蒜味。但如果生蒜的话，它辣味就完成，全部完成。好，我们请上座这位，来一点吧。黑胡椒猪柳培根高丽菜，先吃黑胡椒猪柳，刚好收尾。超入味的，好好吃哦！刚刚这边先做好的，对啊，都是这边先做好，我们先吃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真的很好吃。我们同队的呢，所以你给我面子是不是？真的很好吃，味道没有两位师傅示范的这么重，那就是你们的。我这吴师傅刚救人辛苦。我们不要讲话，先吃我们的。不会啊，我们的也不错啊，真的比较入味。培根高丽菜，快！嗯，对，我那个米酒的香，前面培根没有炒香，后面有没有加多焖的动作的话，味道出不去哈。嗯，培根高丽菜就要这么脆耶。嗯，要高了。来，请吃这边的。这完全是你们自己弄好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以啊。好吃，我觉得不错。好吃啊！来对面。嗯，很好吃的。嗯，那咸酱烤鱼，那个是清蒸啊，那样的。你就位。在今天顺利的胜出，然后上到我们的初阶料理检定合格排行榜，哦，榜上有名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，真的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准备，这两道菜获胜的是一、二、三，举牌。哎呀，一点翻船了！你那一票五雄太重要了。我觉得，因为呢，我。刚刚很仔细的在吃他们的料理，这边的肉我觉得有一点点硬，相较这边比较软，比较软。好像正常讲话吗？好累啊！但是邱宝郎师傅他不这么想，来，我觉得他们的口味呢是比较入味，但是我们今天是开班授课。那因为它时间已经超过，然后在后面再补的话，就有一点是公平。就时间考量，你们今天因为超过时间太多，太多，所以我们是扣在输在分数，因为它有限时啊，对，他们还提早两分钟做完，所以他们在整个整体的分工上面做的，所以我们大概做了半个小时。谢谢阿基斯，谢谢阿基斯，非常棒，谢谢。3-2，今天险胜，恭喜！来，两位，恭喜各位，谢谢，恭喜，哎，恭喜，来，你看两只香蕉。处罚，然后我们香蕉去初阶料理检定合格，郭廷云同学，历史留名，李木凯同学，很感动，胜感动，必胜班首胜。要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来，过年。对，这是我最新的专辑，叫做《晚来 A 天后》，然后希望可以呈现很幸福的感觉给大家。然后现在各大唱片行都有在都有在卖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。然后想要知道我任何的消息，也可以上我的粉丝专页搜寻“黑色旋风郭廷云”，就可以找得到我的任何消息哦。谢谢大家。好，来，大家介绍他的专辑。来，专辑，今年郑恺跟杨建一起合唱的最新的主打歌、主打专辑。对，叫床头梦，床头梦，陈涛吧。嗯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对，希望两张专辑做大起来。谢谢，谢谢四位主持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下次要收看一起三支出。谢谢，祝全台湾喜欢听好歌、歌曲的朋友都幸福，晚安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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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日本直送巨无霸鲜干贝料理秀霸气登场，白冰海泉一灯好，让陈哥兄妹超无奈。炸干贝意大利面蓝炸我们的意大利面，把它往下压，弄得像鸟巢一样吗？没错，没错，它就是那个篮子，对，像这个样子，你看。欸、真的耶！干杯下来炸，看起来好像豆腐哦，蛮像的。哦，就这样放上去。哇，你的炸干杯这样子搞起来，视觉上就丰富很多了。没吃到会想哭哭，但是谁吃我来吃。三，五，这么快。双酱香煎干贝，青酱跟沙沙酱，好大气哦！有的部分我会包培根，有的部分不包，让你去感受包了培根下去煎的干贝里面的味道，跟直接生煎干贝大跟不一样。哇，你这个就精彩了！这是什么？十三，哇，九九五耶！耶耶，这次是吃我来吃一耶！哎呀，白玉和和二鲜汤。豆腐跟干贝呢，让你真的分不出来什么是豆腐，什么是干贝。哦，好鲜的味道。哦，好。你决定几个？三好了。哎，好准哦！今天一次吃出来是零。更多的精彩内容，请锁定《型男大主厨》。